远古的山洞岩画，独特的生命笔触，悠久的文化传统，这样的壁画呢，在亚洲是唯一的一处。神秘的蓝色谷地，钦格尔昆地，意思是蓝色的谷地，位于蒙古国科布托省芒汉苏木境内，发源于阿尔泰山脉的北钦格尔河，从蓝色谷地中穿流而过，绵延数十公里。蓝色谷地，山高谷狭，水草丰美，这里居住着扎哈钦蒙古人，扎哈是边疆的意思，扎哈钦意为居住在边疆的人，他们是几百年前从蒙古各地征调来这里的戍边人的后裔。扎哈钦人牧养着适合于多山草原地带的山羊和骆驼，尤以山羊为主。与大多数蒙古牧民一样，他们年复一年地过着单调少变的游牧生活。扎哈钦人来到这里前，这里一直被认为是遥远、荒凉、人迹罕至的地方。然而，50年前，就在这条峡谷中部山崖上的一个山洞里，蒙古的地质学家意外地发现了距今20000年前的岩画。这些遗迹意味着远古时代，这个富饶又闭塞的谷地就曾经有人类活动。消息一出，世界震惊，人们从此对这个蓝色谷地刮目相看，并充满神往。这个山洞啊，一进来之后呢，从地面到这个有一个穹庐似的一个洞顶，那么相互之间据说有20多米。所以这是个两个猛犸象重叠画在一起，有时候就很难辨清楚相互之间的这种肢体。就野山羊，羊蹄儿。
这是个野山羊的一个形象，画的比较逼真。然后呢，再往上，稍微往上，这是非常清楚，这是个驯鹿。那么说这个驯鹿对它一个特点呢，它写的时候它把这个雄性的生殖器夸大了，就写的画的非常的突出，就不应该只这一处。 它有很多地方啊，它就突出了一种雄性生殖器，这里边可能包含着一种生殖崇拜的一个含义。然后这里边呢，有些图案呢是很难辨认的。这儿，哦，这个形象，这有些专家指出啊，这个有些形象里边有这个水牛的形象，那我们说不上这个图案是好是代表着水牛，总之吧，这里边有这个猛犸象、水牛还有鸵鸟。 那么说，现在呢，这些动物在蒙古高原已经不存在了，这些都是应该是热带动物。那这本身就证明了整个这个蒙古高原地质变迁的一种过程。我说根据专家的鉴定呢，是这些壁画呢是属于这种公元前20000年到15000年之间，属于旧石器时代的这种末期。那么说这样的壁画呢，在亚洲是唯一的一处。 那么这个壁画呢，主要集中在这个洞的入口处的左侧，在2米5以下的这个洞壁上。那么说真正的这个洞口啊，是在我的前方，据说能有5-60公里。那么说很少有人真正的走过。当地老百姓呢，有很多关于这个山洞的传说，比如说这个当地有这么一则传说，说有一只狗啊，撵着一只兔子，然后呢从这个洞口进去之后呢。 一直钻过这个山洞，据说走了5-60公里，然后这个洞口啊，那边那个洞口穿出去之后就是个冰山，那么穿出去了。哦，有。这个山洞口很窄很小的一个洞口。发现多少多？马巴特拉。 下哈，到哪个人肯定孤独呗？喏，他个人哪个在打中是喏。嗯，伊明个孙子哪样个人？俺个孙子叫起的，那个打就是。肯定孤独是的。俺个过去都是没得个儿子。哦。他咋想的？他要保存这是没得个的，我晓得。我那退婚儿子喏。对。退婚，咋想要死喏？咋想？我那退婚咋想要家个？他咋想要个？阿拉个。我死奶奶是。 这个是一下家伙，母里家伙。俺可能有个儿子没有去叫人。嗯哼。这个山洞里的岩画呀，意义非常重大。那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呢，这样的岩画由于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末期，那么说对于。 蒙古高原乃至于整个人类的这种古文化研究啊，它具有一种不可估量的意义。那么说，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山洞就处在这一条河的这么一个南侧的一个山坡上。那么在方圆的几十公里之内啊，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古代的墓群，比如说匈奴墓和突厥墓。 离钦格尔山洞往西不到500米远，在北钦格尔河南岸有两座被挖掘过的匈奴墓。显然，这样形态奇特的山洞早就吸引了探寻者的目光。
在古墓西侧不到几百米的这一石碑上，有一 S 形状的痕迹，不知寓意何在。箭头似乎在指示墓穴的方位，或者是在透露着一个更大的秘密。我们现在所处这个位置啊，叫做熏塔勒盖，那么说直译的话就是说小羊头山。那么这个地方呢，离这个北村格尔山洞啊只有25到30公里之远。那么我们在这里边又偶然地发现了一种青铜时代的，据当地的专家讲啊，是青铜时代的这种岩画，这个表现得非常清晰。这里裸露的岩画大概有150多幅，有人猜想几万年前的牧羊人可能就坐在这小羊头山上，望着周围各种动物悠闲觅食的景象，兴致勃发，就把这些形象随意刻在了岩石上，传承至今。这显然是个山羊，野马，听吗？野马。哦，这是个画的一个马，非常清晰，对，非常清晰。然后呢，这又是个山羊，还是鹿啊？驯鹿啊？据说，就在附近，考古学家曾经找到了不少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石制工具。就在我们刚刚看过这个岩画的这个山的背面呢，也就是向阳，现在是向阳这一坡上啊，就能找到很多这样的石头。而这个石头呢，就说在蒙古啊，它可以做成一种石头乐器，可以发出7个音符。可以说方圆几百里之内啊，是蒙古高原古代的重要的文化带。那么这里既有上溯到15000年之前的壁画和这个岩画，同时呢，这里又发现了青铜时代的这个岩画。那么我所坐这个方向的这个右侧呢，就有一马平川的这么一个平原，从这里直接可以依稀看到很多这种坟墓的痕迹。那么这里面大约有将近200座这种古代的墓群。这些匈奴墓很多都是贵族墓。据专家讲，匈奴墓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有价值的随葬品很少，反映了当时的丧葬习俗和经济生活状况。这个墓啊，占的面积非常大，至少有400平方米。那么说，它这个墓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说东西南北这个正位上啊，都立了这么一大块石头，类似于这种墓碑一样。但是呢，它上面呢什么符号、什么文字也没有。那说离这个墓中心呢，至少有这种十几米之外啊，这转圈啊，用很大的石块都围了一个大圈。平均每个墓所占的面积将近有300平米，有大有小，有方形的，有四方形的，还有这种圆形的。离开北村格尔山洞，沿着北村格尔河顺流而下，不走20公里啊，就来到了一个叫做铁克林哈特，就铁克林特谷地。那时候在这个谷地当中啊，就发现了很多匈奴墓群。根据资料的记载呢，在方圆几十公里的范围之内啊，将近有200多座匈奴墓。那时候考古专家们曾经在这里挖掘过，那么有一个女匈奴贵族的一个墓葬当中，曾经出土过黄金，像金耳环以及其他的黄金饰品，还有一些个随葬品，比如说马头骨以及镀金的金属腰带的残片等等。科布托省省会城市科布托市就坐落在蓝色谷地不远处北青格尔河北岸，城边有科布托戍边将军当年修筑的城墙遗址。
我现在站这个城墙遗址啊，就是当时这个戍边将军所建的城墙。根据俄罗斯人呢，当时来这个科布多省的某些记载来看呢，是这个城墙高度能达到4.5米，那么宽度呢能达到1.9米，那么整个这个城墙周长呢能有2公里左右。城墙的四个角上啊，有这个瞭望塔和这个炮楼。在戍边将军城墙废墟的旁边，就是一座别具特色的新兴城市科普托市。市郊就是扎哈钦蒙古人优良的夏季牧场。扎哈钦蒙古人可以一年四季仰望到白雪皑皑的阿尔泰山山顶，喝到从阿尔泰山流下的河水。数百年来，扎哈钦蒙古人用自己独特的生命笔触和文化传统装点着蓝色谷地，而在这之前，在绵绵岁月的严亘中，又不知有多少蒙古高原的先民在这山水的滋养下生息繁衍，辛勤劳作，留下了谜一样神秘而富饶的文化宝藏，等待着后人去破解。大型电视系列片《印象蒙古》，带您领略异域风情。